嘿，兄弟，那边怎么样了？仔细看。哪个司机比你悍匪也太厉害了吧？我们的装备不行啊。我也没办法。我勒个乖乖，你快看，有人偷袭我们！哎呀，不好，我的信号要中断了。这个家伙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我要嗝屁了！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呀，我去！鸡嘛，他是我们的人吗？但是个头不对呀、啊！哎呀，他也被病毒感染了。死机比迪病毒太厉害了，感染的人类居然变得这么大！你要干什么？不要！我这是到哪儿了？死机比迪鸡嘛，悍匪人还没解决，又来一个这么厉害的！兄弟，你们都挂掉了，那是什么？这家伙怎么会有我们的装备？滚开！马桶电视来了！哇哦，这光线从来都没有见过！又来一个，小心！我们可怎么办？兄弟，快点干掉他！这么厉害吗？是我大惊小怪了。上次还组合成了女电视人，我想起来了。后面来了更多，怎么办？传送光线，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这是哪儿？这是我们的大本营吗？这些联盟兄弟都在做什么？搞科研啊！那兄弟们加把劲儿啊！世界的和平现在只能存在于强大的科技武器的射程之内了。